打自己人啊，我就说事情不会那么顺利，不要，哦呦，哇，米卡莎直接把他挡掉，哎，你忘记我了吗？好帅哦 ！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们再度回来了，时隔一个礼拜，我们回来晋级的巨人了。他 K 笑了吗？哇，完了，他鼻子扁掉了吧？我快昏倒了，把自己打晕，怎么会这么天才的巨人啊？他晕倒了，艾伦在搞什么鬼啊？天哪、啊！我觉得其他人应该吓死了吧？白毛你怎么说？去你妹的！耶格尔早知道不该对你有抱有期望，好凶哦，还骂脏话，请你等一下，再多等一会儿。这个行动到现在为止已经丢失了多少条人命？我不能够再让更多士兵白白牺牲了。你是女生吗？我觉得你好像有点贫欸。我是说你的脸啊那你呢？可是哦，什么？他在攻击我们？我就知道他跟其他巨人没有两样，都一样没有鸡鸡。好了，不管了，更多巨人他就会赶来了，准备好了吗？没有问题，伊恩。他好像要帮我们，对不对？这个跟其他人不太一样，虽然说他一脸刻薄的样子。作戦失败的。又是你，这个洗衣板。わかってたよ。红色的秘密兵器なんか存在しない。代表任务失败吗？告诉你没有秘密武器。哦，他们都看到了。失败，失败了。不。どうして？哦，怎么会？哦，艾尔敏，艾尔敏要去拯救他的好基友了。第一章第七话，原始的欲望，什么欲望？金钱吗？我的原始欲望就是金钱啊。好，我们不能够这样撤退。那是我们的队长吗？那个伊恩啊，要保护艾伦。我们不能够让其他巨人接近艾伦，他们不能够近亲交配啊。确实，他是我们最大的希望。没关系，我们控制米卡莎就不怕有更多的敌人，因为米卡莎超强的啊，他会三段攻击啊。理科洗衣板。你的话很多欸，你就乖乖照做就好了嘛。你还有别的办法吗？我不能够回答你的问题，你就乖乖闭嘴吧。你也没办法色诱巨人啊，米卡莎还有办法的欸。这些骑兵总接近艾伦的用意是什么啊？要攻击艾伦吗？还是说真的要跟他交配啊？可是巨人不是没办法繁殖吗？确实，成功保护艾伦啊，谁都不能够接近他。来，各位观众看一下，就是艾伦的脚底板，然后这就是艾伦的啊，他没有。观众有没有觉得开心一点呢？你们比他还要大，他什么都没有。好啊，你竟然敢呛观众，可恶！哎，好了好了，对不起。他会去前线探查巨人的行踪。好，那我们先去绿色金叹号那边吧，应该有人要拯救了。我们需要人手保护艾伦。确实，三段攻击，还有一个锁巴巴，破！耶嘿，来，我换一下，我换一下道具。瓦斯，哎，瓦斯没有了。Hello， 你们那边有瓦斯吗？可以给我一点吗？我已经没有瓦斯了。理科，给我一点瓦斯，拜托。洗衣板，理我一下好不好？我救你一命欸！你才洗衣板，你全家都洗衣板。好，他好凶哦！他要做陷阱是不是？
陷阱命中目标巨人将会定在原地，所以我们算是拯救他，让他去安插陷阱。来吧，康妮，我来救你。大家都是好朋友，我不可能抛下你的。但是你必须要给我点物资啊，我物资有点缺乏啊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确实 ，OK， 是不是我说到做到啊？米卡莎就是个说到，哎、欸，有物资，有物资，大哥给我物资，谢谢你。所有道具加一，换一下。然后那边还有一个，这个还有个物资。这边还有一个要拯救，也太多人要拯救了吧？你们可不可以做人靠自己啊？医生都说了嘛，人一定要靠自己啊。人一定要靠。马尔科。呵啊！哦，终于搞定了，救完了。看好你们自己就行了。我要去红色惊叹号那边了。马尔科离开战场。哎，我救你，结果你离开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不帮我啊？讨厌鬼！那个是雅尼吗？丑鼻妹。算了，虽然说丑鼻妹真的鼻子很丑，可是我还是要来救她。雅尼，我来了。雅尼，这下子你要干嘛？接近雅尼并和他们一起作战，要招募他。来吧。米卡三在那边做什么？我们要加强战力啊！不用了，你加入我们。真的，艾尔米。艾伦，你的好基友失控了。你现在要保护你的好基友啊！你要不要出一份力？哦，艾尔米有办法，真的吗？护送并保护艾尔米啊！艾尔米不愧是艾伦的好基友，果然他才有办法。他想要用他的基友之力去唤醒艾伦，是不是？没有问题，玩游戏还可以看见浮浮的闪光，那我动力都来了。我会尝试跟艾伦交谈的，其他人再去尝试也是徒劳吧？错了，米卡莎，你错了。因为身为艾伦的亲密好基友，怎么可能叫不醒他呢？对不对？艾伦的屁股上有几根毛，艾尔敏非常的清楚啊。你要干嘛？等一下，你要干嘛？他要把，不会吧？哎，你要干嘛？他要把艾伦砍出来是吗？会有点痛，屁呀、啊，感觉都超痛的，不，哇！深深的插入，从后面插入，我的天哪、啊！艾伦，你听得到吗？是我啊！难道你真的忘了我吗？艾伦，我们说好的要一起去城外约会啊！答えてくれ。壁から一歩出ればそこは地獄の世界なのに。どうしてエレンは外の世界に行きたいと思ったの？どうしてだって。そんなの。お、アイロン被唤醒了吗？決まってんだろ。俺がこの世に生まれたからだ。哦，果然只有好基友才有办法唤醒他。天哪！醒过来了。哦，石头在动了，他扛起来了吗？哦，沉重的步伐，也太帅了吧！等一下，这个石头也太夸张了吧！这石头大概有他两倍的重量了吧？他当真把他扛起来了。我们要掩护艾伦，好热血哦！天哪，我都起鸡皮疙瘩了啊！我们要护送他，没问题，直接把石头丢过去，全部砸死就好了啊！我们要把艾伦带到那扇门，来吧，艾伦，跟着我的屁股走。最终讨伐对象出现，来几个我杀几个。最终讨伐对象是不是？啊，确实。再来，哦，他血有点厚哦。你身上的素材我不要了，我只要砍死你就好，不要阻挡艾伦。艾伦，艾伦，只要把石头丢过去就可以了。这么近，直接用丢的吧。热血哦！
拒む者がどれだけ強くても関係ない。无论敌意怎么打压，どれだけ世界が恐ろしくても関係ない。无论世界如何的可怕，世界が残酷でも関係ない。无论世界是怎么残酷，好吃。我这个好壮哦！哦，白毛，哦，白毛你不要死啊！白毛，哦，他是 support 是不是？去死！天哪，超热血的这款游戏，哇！玩到这边我已经不知道起了几次鸡皮疙瘩了。终于看到了没有？洗衣板，我们成功了！你们不会白白牺牲的哦，绿色的。人类が今日初めて巨人に勝ったよ。